医学是人类社会众多原始科学中极为古老重要的一门学科，汇聚了千年以来的民族智慧。中医医史馆的建设旨在洞悉医学历史动态的漫长演化过程，剖析医学各个发展阶段汇聚的丰硕成果，使其成为一本丰富的医学史教科书，传播医学科学文明，提高师生、医护员工和广大社会群众的医学文化素养。医史馆整体设计风格典雅大方，重点展项如山羊将军骸骨、千年女尸、人体针灸模型、唐卡、武医馆牌匾等。中医医史馆坐落于福建中医药馆大楼，工程总面积2380平方米。医学的起源展区以模型场景还原为重点展项，搭配实物展陈、系列图文展板补充阐述，重现实际时代人类劳动生活全景及医学起源。原始医学扁食外置医疗模式，内墙面图文展板细致阐述原始医学体系及其漫长演变过程。展示柜内放置以山羊将军骸骨、马家窑彩陶、扁食为主的原始社会文物，赋予展区历史内涵。神灵主义医学模式设置展示柜，展示历史书籍、彩陶器、千年女尸及神灵主义雕塑等历史文物，解析古代医学研究中的独特思想体系。自然哲学经验医学模式展示自然哲学经验医学主题内容，包括人体针灸模型、唐卡等富含地域特色的自然哲学主题展品。现代生物医学模式系列图文展板以及展示柜展示西方生物医学信息、未来医学模式展望。展区围绕现代生物医学如何看待医学的目的这一命题，墙面显示系统稳动播放未来医学主题资料影片，创造深度思考空间，激发参观者对未来医学生物、心理、人文等发展方向的无限畅想，了解中药历史文化。